有一次，我这初次跟那个马来西亚来的修行僧，初次见面，那个时候是吃晚饭了，就朋友介绍去了，大概是四个八个人的一起吃饭了。那我是第一次碰见那个修行僧，他那个时候他说我这个喉咙啊痛了，不舒服了。那我就在他那一天吃饭之前，每人不是有一杯茶吗？在香港就通常吃晚饭，每人都有茶喝了。好了，我就跟他发功。那杯茶给我了，发完之后就跟他就喝下去。喝下去就大家吃饭了，他也没有讲什么，也没的。第二天。他就跟介绍我们认识那个朋友啊，他是跟他讲，哎，我今天好了，没事了，那个人就告诉我了啊，好了，过了几天，这个修行僧呢，就说那个胸部不舒服，不舒服就去看那个西医，看医生了，医生就说他的心脏有点毛病。就给他开了几天的药啊，几百多块钱，几百多块钱的，吃了几天，没有效果，没有效果。后来他就找我，跟他在化工，我跟他一起做完之后，他就说，哎，很舒服了，很舒服，好了，很快就好了，很舒服，就没事了，也不吃没有再去西医那里再看了，就没有了。就这样，那个大概过了几个月了，他就突然，通过他的朋友，邀请我到马来西亚他的家乡啊，槟城那边，跟他的母亲治疗这个，脑瘤。脑瘤。脑瘤，他那个是脑瘤的，是这个良性的。不是那个恶性的，就是K 啥癌嘛，良性就肿瘤啊。OK。跟他又请我去，他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呢是已经是七十来岁了。七十来岁，他说几年前他的母亲也是做过一次这样的手术，现在过了几年了，又是复发了。年纪大了，他家里的人就开会，开会说不能够再开刀了，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所以就请我过去，我就答应他们，我就过去了，过去马来西亚，跟这个老太婆跟他治疗，刚开始去的时候，他整天都是很像睡觉。一个人没有精神，没有力气，就这样了。后来我就，白天就跟他一个人发功。晚上呢，就一大批人啊，大家一起来，他也参加啊。晚上也好多人就来参加。那来参加呢，我那个时候就在那边去了20多天了。他的病情越来越好，做了几天了。哎，他就很精神了，不会，老是每天都打瞌睡了，不会了，这好。后来就你帮他发功很多次了。对，他一天已经两次了，一次是一个人跟他干了，一个是大家一起来的晚上的。后来他就好了，在这个里啊，还有在哪个一大批人呢？还有一个女人。那好多了，我就不讲了。讲一个女人，她就这个又痛啊，痛得很厉害。就是晚上不能够这样睡啊，面向上面正面睡吧。面部向上天不能够这样了，她又打着又侧面睡觉。如果这个去洗手间啊。一定要做刺才行啊！如果没有做刺啊，这钻下去那就不行了，也不能够这个麻痹啊，也不能够脱掉，也不能够钻下去，这个石头也痛，这个也痛了。
后来就跟他弄，哎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到最后一次好的时候呢，他就在那里大哭一场呢，在地上滚来滚去了。哦，是啊。这个奇怪，这个滚来滚去。好奇怪。滚来滚去，多谢观音菩萨来搭救我。都是修先生请这个香港的杜师傅来帮帮我，这样，后来做完了，大家就收工了。他就跟他的那帮人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会大哭起来。但那个不是受到他控制吗？是气功使到他这样，那个病情也好了。好奇怪。很奇妙。好多这奇怪的事情。还有一个，就我中学的同学，就在广州市烟草办公室组织的副主任。嗯哼。他那个时候就带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考察，回来香港之后，就约我出去吃饭喝茶。他说：“听说你的气功那么棒，借我一点来。”我说：“你真的有兴趣？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来吧。”那吃完饭到家里，我就跟他弄了，把他功传给他了。他回到广州了，他就来了，这样也干，那个也干，他的同事啊，他的朋友觉得很奇怪啊，你原来一点气功都不懂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去一次美国回来，根本就懂得了？有的相信，有的不大相信。他有一次去旅行，六个人去呢，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呢，就给拉肚子。他拉肚子，这个好办，我发气功水。五个人拉多折嘛，发五杯气功水给他们喝，他们相信的就喝下去就没事了，不相信的继续拉多折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继续啊，他这个左右下去，他拉原来拉多折的就好了。那个不相信不喝他的就继续拉，就继续拉，就继续痛苦哎。那他是烟草办公室的副主任嘛，他下面一个助手啊，就这个膀胱癌。哦，膀胱癌。膀胱癌。那很严重。膀胱癌，他就跟他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到医院再去检查，那个报告出来，就没有了。以前就发现膀胱癌的一样，医院的个报告是说他是有膀胱癌了。现在跟他的气功滞留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没有了。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自己也不大相信，打电话给我，这样情况不是不是啊？我说如果你相信医院的报告，那他真的给你治疗好。是不是啊？医院的报告你信不相信啊？以前是有，现在没有，那个吃药什么也没有做手术，吃药也不能够吃好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你的气功的作用，就这样。这么厉害。他一学起来之后，这个很难受，这么重的病哎。这个气功就很特殊的。很多体质都可以出现的。